哇！手法很专业，好厉害啊！我真的很厉害耶！手法专业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肌肉怎么样？拨头发非常的结实。大哥，你太厉害了。好，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这当然对不对？长发及胸，腿型修长，小腿围不能超过30公分，就是陈思璇类型。哎呦，长腿的哦，长腿，所以我尽量会往这个方向去找哦，或者像 Vicky 也可以。平头吗？有人在跟你吹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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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出去找找看，没有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内配，凑一凑着。好，如果外面找不到，我们在内配，好吧？来来，出发了，出发哥。五角哦，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想请问三位现在是单身吗？是啊，你们现在是单身吗？是单身，太好了。我这边有一个皮尺，想要问，可以做一个小小互动。我想要是量量看，你们两个小腿可以吗？好，两个都量，好不好？我要量他小腿。你现在是不是很紧张？我跟你讲，我也很紧张。29，很好，29哎，我俩可以留个资料，然后等一下有希望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去，好吗？谢谢你，陈姐你好，可以打扰你一下吗？我是综艺大热门的外景特派员，大根小天使。嗨，你在等人吗？你平常会运动吗？对啊。你要会运动？对。是有爱运动的女生。你喜欢听音乐吗？你听华语歌吗？听啊。有听过粤语歌吗？广东歌。原谅我鸡鸭上把给放松，然后呢？埃及游对不对 ？Beyond 的歌对不对？会唱对不对？多找知音乐，你会看传记类的电影吗？爱看电影。会啊。都会看。我的天啊！所以你现在单身吗？单身吗？你现在单身？哦，我天啊！我就在找你，不是我，小薇，我就是帮你找到你的对象了。打扰一下哦，没关系。平常运动吗？喜欢健身。喜欢健身的，那我方便看看你有没有肌肉吗？真的，反正他是健康的肤色。请问你现在是单身吗？完完全全是你的菜，今天你就是好好跟他谈恋爱，没人找我。一起来看看到底来的是谁，先不能看，先不能看前面。哦，哎呦！哇，厉害！厉害！来，先自我介绍。完全是大熊哎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欣恩，也可以叫我恩恩。恩恩啊，那另外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琪琪，可以叫我琪琪。琪琪，琪琪哟，恩恩，琪琪。好的，琪琪。现在准备要看人了啊！好，三，不要再抿嘴了，小魏。二，一，两，请看。嗨，你好，我叫欣恩，请多多指教。嗨。男生不能先伸手啦，握手的时候是女生伸手，男生才能伸。哎呀，哎，嗨，你好，我叫琪琪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不是，你那只手就是不听话。欣恩，琪琪，啊，两位是做什么工作？我本身呢是接一些跨年尾呀，或者是婚礼的歌手。歌应该蛮会唱的。嗯，还可以。哪一首歌来一下？不然就带来 Beyond 的《海阔天空》。哦哟，这么猛啊！哎，好准，就是他要的《海阔天空》嘞。对，真的吗？他都有做。来，哇，来，唱起来。为了我只要三百几分钟爱自由。哎呦，小魏一起。
们都要特别为你准备了。琪琪不要输，有一点弱掉，唱回去，唱回去。平常你都做什么？我平常是专职的平面模特。礼拜会唱歌吗？还是会跳？海阔天空，海阔天空。会唱丢丢党吗？丢丢党会不会？不行不行。不行喜欢你好不一样，也是 Beyond 的喜欢你。哇，来来一唱，我们乐队老师要跟你来来。黑风雷，那松扬荡漾，丝丝更美呀。怎么选一号？因为一号身高跟我差不多，我身高啊，我有距离感，身高笑容可真的吗？来来，谢谢，笑容可掬。我以为我跟你在一起会有压力，因为我今天穿了一点点小跟。交朋友嘛，我们先第一度的接肌肉上的接触，肌肤之类。来，你来，你来抛抛这个，抛这个啊，来按，你选先甩，先甩部位了啊，要甩很高。哎呀，你娘炮，你太低了，大腿。OK， 大腿内侧，我这个 man 的，这个 man 的，算好了啦。他丢到的是大腿内侧哈。阿庆，那就两边都可以按好啊，你就从右边右腿开始按到。好快哦。哎，这边就可以。我知道那个小慧，是可能。阿丽丽小心，阿丽丽小心。什么职业病啊？他练腿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肌肉紧绷。那喉不加厚啦。我健身，对对对，要加强一下那个腿部的按摩。麻烦加强大腿内侧。开始。哎，你的头发长到尽头。对对对，稍微收一下，勾一下耳后，勾到耳后，勾到耳后，怎么有点怪怪的？你可以过来这边一点吗？职业病吗？这是职业病，好像很熟悉。好，计时三分钟开始。哇！手法很专业，好厉害啊！我真的很厉害，手法专业，怎么样？他肌肉怎么样？拨头发非常的结实。大哥你太厉害了。哎，小魏，我找这个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，什么都有，没错没错，会唱、会跳、会讲话，又会按摩，腿又长。我们已经一辈子也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。小魏，你会介意有人加入竞争吗？会不会？其实我也蛮喜欢你的。骰盅给我骰。扑克牌，好了好了，对的对的，真的感谢一下人家，好笑了，谢谢成功哎。